想問書問到美國去，嘛都會通啊。美國啦，啊啊，大陸啦，啊，這種我就跟介美國跟大陸。本身就是咱有直直接的在在旅遊服務的對。哦，感謝文主公足靈感的呢，哎，我拢足感謝文主公呢。所以你意思是讲，来大门书本来是第一档子吧？啊，当年，所以我若有代志的话，我是要安那来请。用话下，小花你要问什么话？民俗抢先看。主要，所以今麦上已经开始在混乱了嘛？哦，正开始在建设，开始在建设。哎，新年为什么来呀？他那里是拖车，是吧？那边后面那边啊的庙，边啊一尊。自用呀，那是自用呀咯。所以因为大天拢有房租，拢有，所以大天会降价落来是嘛，拢无一定工资。无一定，啊大概吼，准拢自用呀，大概。伊也无低的，只都八千多。哦，主要是自用呀个。自用呀个。哦，因为我即摆看到啊，伊出就是一直出，一直下。啊，下个料。写他伊的拼音，料爱刚开始，就像这个什么数字，第一天要创啥，第二天要创啥，第三天要创啥，啊，伊都不管第三天的。做一届就是爱全部拢执行，执行。哦，咱即卖啊，纯粹在处理的时阵，就一直处理，所以到时伊就是写一篇落来安尼嘛。金了哈，旗秉承了有几名先王先灵，为哦，伊就是讲吼，爱这个人，是去倒着咧画地的人，去倒着一个威望地位的老人。是。其实我原本就是讲这出字吼，是会出迄种文言文看无，但是其实安尼看是足清楚的。文字足清楚，汉文字。哦，无得写迄种迄什么什么。安尼都无翻译的问题啊。无，唔免翻译。哦，这就是必须写落来。你该看嘛，足清楚。白话文。阿姨来提这个，应该讲是解答。嗯，那时阵好像又有一些疑问在对答。对啦，因为伊这个脸谱的使用啦，有时啊，这个显然性路啊，还是讲来求师的，他不了解，他可以再继续再问一下仔细的问。哎，来过仔细的问说要怎么使用。是。就问一下吼，我看你今下日嘛有顺公来问书，安尼就对啦。对啊。哦，啊，你是住伫遮附近的啦？阮伫马公桥龙里，啊，就是厝体排，咱的家内吼，就平安啊，来请文主公来讲拜拜。哦。嘿，来请示文主公。所以你进前都捌来遮问过啊？啊，我拢伫遮咧候咯。哦，拢伫遮咧候咯。嘿，我拢伫遮咧候咯。新路。嘿。哦。大家拢来咧候。如果他有另外还有一些说想要临时的，那么他可以到店里头，到那个内堂来说，我还有事，那他要亲自禀示也可以啊。你当临时再开坛这样，也不是临时开坛，而是已经在开坛当中了。然后他又想到说，哎，我要一个事情还没有写，我要再继续禀告。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透过其他的那个
我们里面的内堂声，它会告诉他，然后接一下，然后再递进去、啊，不然的话，他就现场直接由他来本身人来亲自来向主公呢，来禀示请示。我那叫你等你，赶快来，阿华蛋，无啥差。过来嘛，马上我就过来。大鱼大龙啦，所以那里无大过五分钟，阿妈就来。来，也给你铺，也铺给你铺，铺给你擦，擦完看有照无照。还有啥物代志无做？有代志做好。对。伊安尼其实足方便的，因为逐工拢有。拢有啊。安尼我若是带有，我一定就安心的。是噶真嘛，差不多无二十分钟咧。对，已经过来大。对啊，已经过来大了。好，啊无，即摆是较少啊。以前吼，真难无可能，当下二十几段。啊，甚至不分出两段。同时安尼哦，嘿，有当时啊，用到三段、四段、四段。哦，即摆较少啊，即摆吼，主要较咧。去买问的啦，较少啊，所以讲暗时啊，有当时啊十几单啦，有当时啊要五六单啊，啊不一定。这个进前拢爱上镜，哎呀，逐暗都逐暗拢爱上镜。是为着咧，无，上镜吼，分三铺，一暗，一暗一种，是，一暗一种，嘿，拢放伫个顶面，一暗一种的经文无，无共款。哦，伊算讲吼，即摆内段内底等于讲，我看主位嘛换去厝三起来，暗顿那阵是门生安尼的对。对。我即摆看内底咱内段只。就是人诶，爱七个，上盖就爱七个，上盖就一撮七个，才能开始开开单。对，没错。你爱分配工作，你看没人在记录，没人在写，没人在量嘛。同时间啊有机手，有副机手，副机手帮倒付诶。副机手就是去老外那边分嘛，吼，啊当时要起来，要倒落主笔，哦，倒倒主笔。硬笔啦，硬伊个落位个铁壶啊。哦。所以我看到这么侪只印啊，都是我。这粒都是正。苏富王爷，这有先新民办公室无？哇，好新诶！加这个桌子，整套。我讲暗时较闲一点，无爱红酒诶，但灯较无爱红酒诶。就是这，因为伊这个是伫办公比较诶严肃诶。开公文伫遮了，对无？开公文，开好伊那两个开好。对。诶，安尼真正是大开眼界呢。拄食安尼。无到二十分钟，跑，因为今日少啊，今日早段啊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就到八点外，啊，就拢无一定的，对啦。无一定的时间，哦，啊，因为你也袂讲啊，早段一直雾，要拖时间，要拖长时间，冻了。新民嘛，现在在解决，速速解决啦。对，所以吼，今日算讲吼，阮是有这个大开眼界，看到咱这内段是安那在办事。